还是叫。我去，你等伊，我甲你讲，拍电话手电都要。哪种台？你不等伊的时间来。哪种台？没关系的，你待会看晚上来吃饭，你待会可以看看他刚刚的资料。没关系的，有建档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这边5:50，你说一定要走的，你说都是成本。我们这边就成本都是你的。你说大概5:50嘛？结束了，还有时间呢，5:55哎，现在才15分而已。那个有便当啊？15分而已。